来几个冰面包啊，这个冰面包被我热过头了。这是开心果味道的，然后第二个吃的是冰淇淋味道的啊。这个是芋泥味道。它这个皮特别的哏啾的。Hello。我又来吃冰面包了，上一期吃的，然后呢，你们问我，在哪里拍，点击下方购物车就可以拍到了，28.8块啊，你们发六个啊，别人家的5个，我发六个。它料很足，不要问我还有两个去哪了，被我宝宝吃掉了。也很讲究的，
果你们喜欢爆浆狠一点，就把它加热透喜欢的就去拍吧。面包。